康，纯天然蜂巢裸食这样做，我主要是想要教大家什么是裸食。那裸食的定义跟概念呢，主要希望大家吃食物的原味，没有太多的加工过程。那很高兴为大家示范了一道中东香料锅佐小米沙拉。在中东香料锅里面，我加了香菇丝，还有红甜椒，还有青花菜。里面的新香料呢，有丁香、肉桂、蒜粉、姜黄等等，让它有一个在仿佛置身在中东的感觉。那这边小米沙拉呢，主要是用白花菜的菜花，我用食物调理机把它打成像小米一样。里面呢，我加了一点点腌的黄柠檬，还有香菜，还有红萝卜丝，还有一点点的杏仁角。这道菜呢，主要是让你夏天吃了觉得很清爽，不会有过多的负担。在家里没有炉具也可以做哦。